起领，输的要请对方。啊？怎么样？好。那是他们两个当裁判。给你一块。哎，已经超越你了。完成第一项攀岩，现在大家手都超酸的，要去往第二步，应该是高空绳索 ，Go。看起来就，我等一下拿着摄影机录，希望不会脱掉掉下去。现在要挑战自由落体，我觉得好高哦，好可怕，有7层楼高。Are we ready? Let's do it. You're going first. Oh, straight ahead. 这感觉完全不紧张哎。How was it? It's so cool. A little bit better than the zipline? Yeah, it's cool. Yeah. I like it. There you go. 好刺激哦！可是好玩。跨出去那一步，对，很小一段，但很棒，超棒。看各位登顶，有点紧张。
结束了大概四项活动，花了大概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玩四个活动，整体上应该还 OK 吧。士兵玩完了今天所有的活动，他这个在 LAUNCESTON市区附近大概五分钟车程就可以到的地方，如果你都玩这种户外的活动的话，就是59块，然后如果是静态的话也是59块，就是你全部都要玩是99块，这些东西还蛮刺激的，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来玩，我会把那个官网连接放在我的影片下面，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来玩，拜拜。